嗨 ，L 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秀楼俊硕。没错，因为身为生意人，然后也把本身当作是一门生意来经营，我觉得是 businessman。就是没有差别，都长一样。我觉得时尚美感这件事情是要不断的学习跟吸收，然后不停的往前走的，这个是没有一个标准值的，要一直进步。还想要再去一次马尔蒂夫，因为那边实在是太秋太舒服，不想回来。商务舱。